就是转转机，然后上个厕所。那边有啊，这边有。我来不及，两片。大行李，随身行李，全套就对了，全套的安检。
的基准也许他会只给两张，两张的意思就是从普利斯到杜哈，杜哈到曼谷两张哦，所以这个我会再确认哦，看他到底给一张还是给两张哦。如果他只有两张，那就两张没问题，我们后段再拿就好哦。但至少要给到杜哈，这是一定要的啊，所以您要检查，拿到两张。